大家好，又是我中原工商铺的 Matthew 啊。最近咧收到不少客户的查询，都是来自瑜伽、舞蹈室和健身室等的行业。一般的工商物业咧都未必可以完全符合到他们的要求。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位于荔枝角的创汇国际中心，正正可以符合到。它是区内罕见的商业大厦，同时拥有独立的冷气系统和独立的洗手间。无限时的开放冷气，即使晚上营运都无需支付额外的冷气费。加上独立洗手间方便了用户做完运动又无需使用公家洗手间换衣，大大增加了私隐度和便利性。现时创汇国际中心除了以上租盘，还有少量的买卖盘，欢迎向我中原工商铺 Matthew 查询。